好像是有点像。 Daddy 果然没骗我 ，Daddy 真的长得好帅。抱歉，孩子跟你说笑，你别当真。出来有个人，还带着这么小的孩子，你说吧，多少钱？是你。对不起，我不对你负责。 这是那天晚上有的孩子，看起来很有钱的样子，好不容易拉扯大四个孩子，他如果知道，肯定会抢走他们的。你搞错了，孩子跟你开玩笑呢。差点忘了，四弟还给了这个，可是你就是我的 daddy 呀，你看，这是我的亲子鉴定。厉总，支持生物学上的父子关系。 这就是你说的开玩笑，我也不清楚。爹地，你说的对，妈咪，亲子鉴定不能开玩笑的，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那天晚上就是你，一大早起来消失不见，留下100块钱羞辱我，现在又带着孩子来找我，说你究竟瞒着我什么事儿？真的没有了，那可多了去了，我还有。真的没有了，大宝保不住了，可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其他孩子也不存在。妈妈说要凤姐姐回来，宝妈还没到呀。越来越不服我了，还在指责其他，小心被我。就是，你看他还蒙着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妈妈，你没事吧？小朋友，别动，万一讹上你怎么办？妈妈说了，要乐于助人。小朋友，你不怕被讹钱吗？
人命才是最重要的。妈妈，夫妻俩，没事吧？这个照片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好像是四弟说过的爹地。李总，夫人是托我去给您相亲，我还好被一个孩子救，咱就及时，没什么大碍。但是我看夫人好像很喜欢那个孩子。难以置希望我成家立业，早日抱上孙子。可结婚的事情哪有那么容易？不过那个女人。 看来是时候让妈见一见宋早早那个孩子了。找到那个孙子去了，一定要阻止，直到他们这个看到我什么。妈，哎呀，天轩你来了，你快看这孩子，和你小时候长得太像了。宝贝，这是你李叔叔。爹地。月文，谢谢你送我来医院，晚点我去你家接早早，给你添麻烦了。 秦轩，我跟你一块进去看看吧。这种事儿没个男人在身边，我怕你吃亏。谢谢你，跟我别说谢谢，走吧。谁也好心了。哎，不，你不是那……我……哎，秦轩，你干嘛啊？这难道是我未来的儿媳妇吗？妈咪和大弟弟分手了。你先放开。 宋清华，你狠心啊！前脚刚生没有事情瞒着我，后脚就出来一个男孩叫我爸爸。宋轩轩也知道厉庭轩的事了。宋清华，那天晚上你到底偷走了我几个孩子？那天晚上你到底偷走了我几个孩子？一个，就一个。那个男孩都叫我爸爸了，还一个，只有早早是你的，轩轩比早早小一岁。 还是我孤老公的，还嫂吗？我老公刚刚和我一起来的医院，雪莲他只是太调皮，所以故意叫你爸，不信你去查。李总，根据医院记录，宋轩轩的年纪是比小小姐要小一岁。当初二宝、三宝、四宝出生后不久就被宋家人抢走了。 导致上户口晚了一年，希望能把厉庭轩糊弄过去。李总，我没骗你。宋清华，你疯了！都跟我有孩子了，还给其他男人生孩子，我原本还想对你负责。他这是干嘛？生气了吗？少一个负责的孩子不应该松口气吗？为什么要生气？ 收住吧，断绝你和早早的孽缘。你说什么？你拿钱送早早跟你，你这种行为不检点。宋总，你凭什么这么说？妈，不想离开我了。那好，还有另一个办法。什么？你带着早早一起嫁入我们厉家，我可以原谅你和其他男人睡过，但是。 你和其他男人的孩子可以踏入我们厉家的大门。禽兽，你敢抢我的孩子试试？厉庭轩，你这个混蛋！宋早早是我一手奶的，想用钱买断我和他的母子关系，做梦！ 不行，我得赶紧带着孩子们跑路，不能让他们落入厉庭轩的手里。站住！夫人让你在国内好好待着，明天私奔吧，出来干什么？我别乱跑了。妈咪，你看，爹地。走走。 妈咪，我也要见爹地。厉庭轩，无论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把早早给你，你就趁早死了这条心。宋清华，你就让我女儿住这种地方，我要真跟你抢，你有什么资格和我抢？早早是我一手带大的，你凭什么一上来就跟我抢孩子？就凭你那碗片玉的眼睛？我问着，你忘了当年是怎么求的问题？
不要理他妈咪，求求你，你不要把我他妈咪从人群中。爹地不巧，爹地带小公主去买好看的衣服。好。算了。衣服我也想吃。你没爹啊？你亲生父亲呢？这个的确，你太过分了。可是你都是我的亲生父亲呀。萱萱，不要胡说，快进去，快进去。郝萱萱，不要乱说话，知道吗？妈咪，为什么大肚子对我姐姐好？我不也是她亲生的吗？萱萱，你答应妈妈好不好？不要告诉爹地你们的真实身份，不然的话，妈咪连你们都要保不住。不要离开妈咪，我只要妈咪不要怪爹地，我和妈咪永远在一起，弟弟也是。好，好，萱萱，我们永远在一起。那你看弟弟他在房间里那么乖的学习，你是不是也应该跟弟弟学习学习啊？我在教室。嗯，乖。哎呀，萱萱。我来看我的小恩人了。爸爸真好，不像我爹地，只喜欢姐姐，只给姐姐买漂亮衣服。这么过分！我们家萱萱这么聪明伶俐的宝贝都不带。别担心，奶奶有钱，奶奶带你去购物，去游乐场好不好？谢谢奶奶。这奶奶可以带上我弟弟吗？我不可以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弟弟。你还有个弟弟啊？晨晨，快出来！奶奶好。哎呀，你们两个是双胞胎啊！妈咪，爹地带我去吃了好多好吃的，还买了好多好多的漂亮裙子和玩具。是吗？等等，那你有这么多好东西，是不是应该跟朋友分享？拿着给弟弟好不好？他没爹吗？这是我给早早买的东西。爸爸，我们可以玩。弟弟去，你说话也太难听了吧？他们都是孩子。他们是孩子，但又不是你们的孩子。爹地，其实萱萱是……厉总，厉总，老夫人出事去医院了。什么？萱萱出事了！妈，妈，你没事吧？这到底怎么回事？夫人的孩子出去游玩，遇到了人贩子，人贩子用刀划伤了那个孩子，这些都是那个孩子的血。孩子？就是救我那个小恩人宋萱萱呀！都怪我，带他们去什么游乐场？当然孩子没事。你有没有血？谁上 IH 阴性血？孩子现在急需输血，我们血库血不足了。我是我了，现在我妈妈休息。是，你不是孩子的父亲吗？放心吧，我跟孩子没有血缘关系。王总，要不是为了母亲，我怎么可能给宋清华和野男人的孩子输血？今天排液反应很快。知不知道直系亲属直接不能出血？你这个当妈到底在干什么？你是什么？直系亲属？院长，院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妈咪，对不起，我又没有听你的话，偷偷跑去晚了。妈咪，是我答应奶奶跟范丽珠许完的，你想惩罚就惩罚我吧。萱萱，妈咪听医生说萱萱流了好多血，还疼不疼现在？妈咪，萱萱已经缝针了，这是出血的时候用来代替的血，过敏了一下，没什么大事。什么？糟，厉平轩一定知道我在骗他。真这样吗？你现在见过爹爹了吗？我去给妈咪打电话，但是没看见我。陈真真棒，妈咪现在就带你们出院。魏先生，您的加急报告已经出来。报告显示，您和同学小朋友存在血缘关系，他是您的亲生母亲，甚至连血型都一模一样。只有早早是你的，萱萱比早早小一岁，他是我和我老公的。你没爹啊？你亲生父亲呢？宋清华，你果然都是骗我的。哎呀，小新，你哪位？在这受伤的那个孩子，还有他妈妈来过吗？你老婆儿子吗？他们走很久了，你这个做老公的也太不上心了吧。宋清华，你以为你跑得了吗？哦，对了，你儿子的学生证落这儿了，你记得给他带回去。奇怪，我记得那个孩子叫宋轩轩，这上面写的怎么是宋晨晨？宋轩轩，这是你自己做的礼物吗？太厉害了，能不能也教教我？我给我孩子做火箭呢。晨晨，不要这么说，父亲才是最厉害的。我就会做几条手工，不就是一个破纸飞机吗？我妈咪从国外给我寄来了乐乐高，听起来比你这个好玩多了。我看你就是没钱买礼物，用垃圾堆里的破纸壳给我做礼物。真实了，萱萱她妈妈就是一个是外卖的。我妈咪说他们家都是给别人，不要有外卖，哪里有钱给他们带买礼物呀？母亲宝谁告诉你们张吃饭是给别人不要的外卖的？做外卖的跟捡垃圾的有什么区别？不都是又脏又臭，就跟下水道的老鼠一样。在我的生日宴上蹭吃蹭喝，我才不要你的破纸飞机。陆晨晨，你居然亏我！我妈是送外卖的，但是她误头误抢拿了我养妈那个，凭什么这么说我？你知道我这件礼服要值多少钱吗？是你妈妈送一年外卖都买不起的。七宝。怎么回事？老师说宋晨晨打人。那是玉宝先骂我妈咪，他说我们家玩像老鼠了。老师，这是我用心做的礼物，我们也不是老鼠，我妈咪很伟大。我们今天是陆金宝同学的生日，你不好好庆祝就算了，还纵容弟弟去殴打寿星同学，你现在立刻给陆金宝同学赔礼道歉。老师，凭什么今天我也是我和弟弟的生日，而且也是陆金宝先骂我的？就凭陆金宝同学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爸妈刚给学校捐了200万，你妈咪能给学校捐什么？捐一份不需要跑腿费的外卖吗？宋小姐一直是单身家庭，那您和他是什么关系？单亲家庭，他没有再婚吗？当然没有，我见过宋小姐很多次，根本没见过孩子的爸爸。清华，你果然都是骗我的，你明明偷了我两个孩子。宋萱萱，你这种没爹教的孩子拿什么跟别人比？谁敢欺负我儿子？哥哥，苏家里，
不是喊他代替，他对我们一点都不好，还把姐姐跟我们分开，我们不能认他。主任，你来了。宋轩轩和宋晨晨两兄弟不仅欺负同学，还当众殴打人。他们两个根本就不配继续待在我们小虎家，应该把他们派去最差的 F 班。以为我和哥哥过生日就算了，我们可是凭实力考进来的，你怎么赶走我们？宋晨晨，有你这么跟老师说话的吗？主任，您看到了吧？他们太恶劣了，不仅毁了陆金宝同学的生日宴，而且还把他给欺负哭了。他父母可是刚给学校捐了200万。要是让他父母知道自己儿子在学校被这么欺负。宋轩轩，就算你是自己考进来，那有，现在讲究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化，光是成绩好品德差一点，我们严厉杜绝校园暴力。我要把你家长叫来，给陆金宝的父母道歉。必须跪着道歉。对，跪着道歉更有诚意。张主任，这就是你们影响的校风校气，动不动就要让孩子下跪。校长让我寻找这张大人，你说他是什么身份？我管这大人什么身份，没有警训的警告，人家可是历史集团里面的高管。这位先生，这是我们学校的事情，你一个外人就不要插手了。王老师，赶快给陆千轩母亲打电话，让他来学校一趟。单亲家庭的孩子就是。我妈没现在在上班，不是打扰。宋轩轩，你妈咪上班也是在送外卖，老师要不你点个外卖让轩轩他妈咪把外卖送到学校来吧。都说了他们俩也是我的儿子，谁是个家长谁是外人。你是宋轩轩的家长？是谁欺负我儿子了？妈咪，宋轩轩把垃圾送给我，宋晨晨不让我说真话，还把我推到地方，我手都摔红了。陆夫人，这个是宋轩轩，这个是宋晨晨，刚刚我们已经提出来把他们送去最差的 F 班作为惩罚了。敢推我儿子整班就够了吗？你们这两个小野种，立刻跪下给我道歉，要不然就开除你们。你想让谁道歉？又想开除谁？你是谁？我在教训欺负我儿子的野种。你啊，最好给我滚远点，要不然啊，连你一块收拾。我妈妈不是野种，我妈有妈咪。是，你们是有妈，但谁不知道她高中毕业就被野男人给睡了。你们不是野种，那你们知道自己的爹爹是谁？我就是他们的父亲，你想怎么收拾？什么？你是孩子的父亲？原来你就是那个野男人。那正好，你带着这两个小野种跪下来跟我们道歉。我老公可是力士集团的高管，碾死你呀，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力士集团？我也在力士集团工作。穿着没有名牌的西装跟鞋子，手表也没名牌，看起来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山寨货。在历史上班又能怎么样？不过呀，是个臭打工的。哦，是吗？那可真是太巧了。从在历史，我老公可是年入百万的高管，而你啊，只是个臭打工的。喂，臭打工的，我劝你啊，赶紧给我下跪道歉，要不然我老公来了，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先生，校长让我好好招待你，可是你得罪了陆夫人，我也保不了你了。你还是赶紧跪下吧。要不然孩子没书读，你的工作也没了，小不忍大不讳。待底不能跪，哪里说男孩心下有黄金，我们穷人要穷人鼓励，今天本来就是陆金宝不对。好，待底不跪。不跪是吧？你们等着。喂，老公，我刚儿子在学校快被欺负死了，你快过来呀。嘿，喂，方总啊。有什么？你把事办成了？今天晚上就要让我见到陆总吗？好，那我今天一定准备好最昂贵最精致的大礼啊，好好在陆总面前表现表现啊。感谢您了啊。再见。
你可来了！你再不来呀，我跟儿子就要被欺负死了！这两个野种生儿子，你看儿子的手都红了。你也把这抱着脾气，就你俩臭小子欺负我儿子是吧？你看我们生气死了！啊啊疼！你说你要弄死？好疼好疼！还，你们是吧？不，你啊，又要打我老公，怕不是历史的主管是一个上司，就等着被开除吧你！什么呀？你说，你说他是历史的？他就是个臭打工的，还有这两个孩子的亲妈，就是个送外卖的。不不不不不，原来是个臭打工的。行，现在听着，跪下给我磕三个响头。给我儿子，给我老婆道歉。走，我让你在历史卷铺盖走人。快跪下磕头！ 这位先生，不劝你还是赶快跪吧，人穷就要认，跟有钱人做什么对呀？邱仁熙，苏萱萱，你瞅你比我好又怎样？你敢惹我，我轻轻松松就让你滚去F班，让你爸给我跪下来磕头。你们这些臭打工的，就只配跪着给我们有钱人说话。我快跪呀！先生，你就跪吧。事情闹大了，对你们不好。那么。 你们的妈妈把你教的很好，男儿膝下有黄金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爸爸再教你们一句。爹，你什么话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斩草除根。哈哈哈哈，好一个斩草除根啊！就他妈你！哎，老公，你没事吧？主任。 我命令你马上开除这两个野种，立刻！臭打工的，你竟然敢动我！我给你十分钟时间，向我的孩子请求原谅，否则我就让你们路见不平，江城消失。什么情况？他怎么这么有底气？难道他真是什么能惹不起的人？你现在立誓是做什么的？老公，他能是干什么的呀？ 你看他两个孩子穿的衣服都洗得发白了，而且他老婆就是个送外卖的，经常把没人吃的外卖带回家去吃，连师傅链子都不如。你家人就是臭打工的，是臭水沟里的老鼠。他几兄妹在学校吃饭都不敢吃肉，他那几兄妹就是一些穷鬼。听说这几个孩子的衣服都是换着穿的，三个孩子一次只买一件新衣服，老大周一穿，老二周二穿。我不说。 我妈妈给我们都买个新衣，给我们家是很穷，妈咪一个人赚钱养家是很不容易的。她对我们很好，我们吃饱穿暖有学上，我们很幸福。我知道，陆有钱，你看不起穷人是吧？当时公司那个叫陆有钱的拉入黑名单，全行业不得无业。他借助历史的名声在外招摇撞骗，毁坏公司的声誉，通知法务部门。 对他进行刑讯。<笑>老婆，你听见没有？这个废物说要把我从历史革职，还要起诉我。<笑>, 笑死我了，老公，他以为他是谁？敢命令历史的人，难道他是厉总？<笑>我家里确实姓厉，爹地，你是厉氏的总裁吗？ 你姓沈，你说你爸爸姓厉，<笑>晨晨，爹地确实是厉氏的。够了，宋晨晨的家长，你就是这么给孩子做榜样的？叫他们装腔作势的撒谎，你要是厉氏的总裁，那我就是厉氏的总裁夫人了。<笑>校长交代，一定让我好好照顾着他。莫非他真的是厉总？王老师，这事情要闹大了，你先带其余孩子离开，再怎么校长请过来。其余的孩子。 跟我走。哎，拜拜，宝贝们，拜拜。废物，你不是说要把我从历史开除吗？嗯，一电话也打了，毕业装了，怎么我还没有被历史开除啊？啊！来<笑>、哎，看看，只有人家历史集团副经理方总，一根手指头就能摁死一百个你这样的废物。方总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尊重。 哎，方总，您说，哎，啊，什么？哎，方总，不是，哎，老公，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你这个臭打工的，你把我老公弄伤了，赶紧赔钱，要不然让你倾家荡产。你错，对不起，饶了我，我有眼不识泰山，我没认出您来。你能不能饶了我？别把我向历史警官开除了呀！老公，你干嘛？他就是一个臭打工的，什么厉总？你看他两个儿子穿的一个比一个寒酸，他怎么可能是？厉总，我这臭娘们不懂事，我帮你教训他，跪下！啊，还有你，吴金宝，给我跪下！我送你来学校上学，不是让你欺负同学的啊！快点磕头道歉，给俩小少爷道歉。大爷，你干嘛？你吓坏孩子了？懂个屁！刚才房总给我电话都打过来了，我已经被历史集团开除了，而且房务给我打电话说，我要赔偿3亿的名誉损失费啊！什么？3亿？房子卖了也凑不齐3亿。丽总，我知道错了，我求求你放了我们吧，不要起诉我们，我们家孩子还小。他们都没有书读，没有饭吃呀！我要上学，我要吃饭。苏萱萱，对不起，我不该嫌弃你的礼物。苏晨晨，我不该骂你们是老鼠，对不起。吴金宝，我跟你可不一样，我们才不让你磕头。弟弟，要不让苏金宝爸妈去送外卖吧？我妈比送外卖都能养活一大家子，他们一定也行。对，让他们去送外卖，他们不是瞧不起外卖员吗？让他们去体验一下送外卖有多辛苦。我妈咪说，任何职业都是高尚的，他们必须学会尊重别人。听到我儿子说的了吗？还不赶紧滚！我马上就去送外卖，我会好好送。谢谢您，谢谢您。送外卖，送外卖，快快快！你们两个怎么这么棒？县长，难道我们真的是？县长，就是他在这里捣乱，你赶快让保安。把他好好的教训一顿，要不然等他把陆总给得罪死了，那200万的投资就没了。还有这两个孩子，刚刚还顶撞我，像这种怪脾气的孩子还留着读书干嘛呀？赶紧让他跟他那个妈一块去送外卖。一分，校长，你打我干什么呀？明明是他。陆总，我来晚了，十分抱歉。校长，你疯了？他不过就是一个臭打工的，你别被他给骗了，什么李总啊，不可能。李总，学校出了这种品行不端的老师，是我这个教导主任的错，我因此引咎辞职，也希望不要因为此事。孩子，有这样品行不端的老师出现了30件，真是教育界的耻辱。我这就话不通了，像他这种人永远不能再踏入教育界。走。哎，李总，哎，李总。Daddy， 你跟我们长得好像，你真的是我们的 Daddy。萱萱，萱萱 ，Daddy 来迟了。Daddy 向你们保证，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Daddy， 你真好。Daddy， 你会把我们从妈咪身边抢走吗？如果你要抢走，你就是坏人。我们不会让坏人做 Daddy。敢偷我3个孩子，还瞒了这么久，我当然会好好跟他算这笔账。Daddy 会跟你们的妈妈商量一个对你们最好的办法。还有 ，Daddy 祝你们生日快乐。去吧，先去教室里。陆总，小少爷和小小姐们的学籍资料都拿到了，他们中午11点半放学，要在这里等他们。去准备这5年的礼物，我要亲手。是。喂，何冰冰，快来救救我！陈小姐，您订购的值班证是我们的桂花到了，快到门口来取一下。哎呦，还真是宋家大小姐宋清华呀，你怎么不早说你在送外卖呀？那样我一天点10次外卖，照顾照顾你的工作呀。什么宋家大小姐，她早就因为行为不检点，怀了野男人的孩子，被逐出了宋家，听说还是个又臭又脏的老男人。宋家大小姐，她也配？宋清华，你跑着10公里就会送人一单，是不是累坏了呀？来，多年不见，我敬你一杯。清华妹妹，你今天的裙子真好看，改天我们一起去逛街吧。清华，这是我妈妈套给你送的礼物，感谢你妈妈上次赞助我家公司，帮我家渡过难关。清华妹妹，你脖子上项链是全世界只有一条的碧蓝之心钻石项链吗？实在太漂亮了。是吧？这是沈晨哥哥送我的。沈晨对你也太好了吧，你们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
沈城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呢？哎呀，看我这记性，沈城哥早就跟你分手了。你还不知道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吧？今天是什么日子？和我有什么关系？宋兴化，今天可是你亲爱的姐姐江城第一名媛杨儿小姐的求婚现场，你猜与她求婚的男人是谁？哟，我的好姐姐，好久不见。沈城哥，你还给我准备玫瑰花，太高兴了。沈城，难道传闻是真的？你真的和他在一起？宋清华，沈城先生一定要和我们妍儿结婚了，许诺我们妍儿9999.99的彩礼，还有这999朵玫瑰花，寓意长长久久。我们妍儿可是沈城哥的初恋，要不是因为你，他们能耽搁这么久吗？什么？沈城，你明明告诉过我才是你的初恋。我妈那么信任他，资助你上学创业，你就是这么对我的，你要脸？完了，就那么点破钱，又好意思拿出来说？要不是我妈出了1000万帮你弥补创业的亏，他公司会破产？他会为了资金问题雨天出去开车吗？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谁给你的勇气？你妈骨灰都被人给扬了，还有脸在这提他？宋清华，你还以为你是那个人人都会捧在手心里的公主？宋清华，你妈要是知道你在她的葬礼过后跟野男人鬼混，还剩下四个野种，她死了都要气活过来吧？宋清华，你不会真的以为你妈是车祸死的？沈城哥哥，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你说我们要不要把真相告诉他？让他也高兴高兴。是啊，今天可是我们的好日子，是该让他给我们祝祝兴，送你一句。其实你妈根本不是出车祸死的。你妈呢？是被我和沈晨哥一刀给捅死的。死他一个，成全我们大家。他实在是太无赖了，给他毙了！你还搞不清楚形势是不是？今天在场随便一位，随便一根手指都能碾死你，和你们四个贱人！你想跟谁拼啊？沈晨，你这个人渣，真是策划了好大一出戏，先是故意接近，再一步步策划害死我妈，这样做的合适？报应，怎么报怕呀？现在我们报应是啊，我们每天拿着你那个短命的老妈留下来的遗产，过得很滋润。倒是你，这6年带着那四个贱人东躲西藏的，过得连猪狗都不如啊！如果这就是我们的报应的话，那也太爽了吧！怎么不多来几次呢？啊！宋清华，你妈对他的报应，应该就是生了你这个贱人。别忘了，沈城哥可是你自己介绍给你妈的，你不会真的以为沈城哥会看上你吧？你妈，谈恋爱了？真的呀？妈，他叫沈城，是我大学同学，但是他最近创业遇到点困难，需要1000万的资金周转，你看一看可不可以？好，妈包，不就是1000万吗？只要他对你好啊，出多少钱妈都愿意。你不就知道妈最好了？不过清华呀，凡事啊，其实是要留个心眼的。你一向心地善良，万一被骗了怎么办？妈，沈城他不会的，他是真心对我好，想和我一直在一起。而且，你不会不相信我的眼光吧？妈怎么可能不相信我的宝贝女儿呢？但是妈，算了，我的宝贝女儿呀。不用知道什么是人心情了，因为妈妈呀会永远保护你，陪着你的。是，把你身边这个畜生介绍给我妈认识，是我这辈子最错的事情。宋清华，今天是我和沈晨哥大喜，你在这哭什么？哦，我知道你高兴了，对不对？那这样，我把你那四个小贱人叫过来。陪一陪你，安慰安慰你，好不好？把人给我带走，不要动我孩子！不许动我孩子！
4个小箭头我就动了，你能拿我怎么样？把人给我带来！还有我孩子！等你们全家人都齐了，圣餐才真正开始呢。行了行了，快多停停吧，等会儿再玩。别忘了，今天真正的主角是谁？哪儿？嫁给我，好吗？好。你今天切蛋糕了？等等。宋清华，大家都在为我和沈晨哥高兴，怎么？你祝福我们不就行？我要去死！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嗯，喂，李玄，快救！这是要打给谁呀？我听到的好像是李庭轩，前面又尊贵的历史强手李庭轩吗？宋清华，这厉总的名字也是你配提的。这难道你给他送过外卖？送。好啊，那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放过我。宋清华，这么名贵的蛋糕，你应该很久都没有吃过。来，多吃一点，别客气啊。哎呀，姐姐啊，我对你是不是很好？你说我跟沈晨哥的订婚宴，我也了解，就这么名贵的蛋糕也吃了，我对你好不好？沈晨，你就看他这么欺负我？沈晨啊，我听他是跟金主起个誓，过了今天，李阳就会成为圣火集团的继承人。他会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厉氏集团第二手马日石像。圣谷集团，宋总，最后这份文件填完，圣谷集团将正式的从宋氏脱离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公司。妈，为什么要把圣谷单独分出去？咱们宋氏发展的很好，而且他这个资金储备比我们宋氏要大很多。傻女儿，这是妈给你留的后手，谁都不知道。将来等你结婚，这个集团呀，就是妈送给你的嫁妆。妈，你说什么呢？我才刚满18岁，而且沈晨也才刚上大学，什么结婚还早呢。我呀，只要你。傻女儿啊，妈总会老的。算了，不说这个了。清华，这个集团妈已经签了法律文件，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啊，这个集团都将由你继承。妈辛苦大半辈子打拼下来的江山，都会成为你最坚实的后盾。我才不要什么圣谷集团，我最要。你说你要继承圣谷集团，没想到从小到大你处处都比我强，有个总裁老妈，所有人都宠着你捧着你。现在没了你的总裁老妈，你就什么都不是了。而我就不一样了，我现在是宋家独一无二的大小姐，圣谷集团下一任继承人。当然，前提是你宋清化，还有你那4个野种，你妈妈所有留存于世的血脉，姓沈。快上，快上，好。熊律师，您尝尝这茶，看合不合您口味。是啊，您作为圣谷集团的法人代表，能光临寒舍，可真是。请问父母爱你，这里有一份继承合同。什么继承合同啊？圣谷集团继承人是宋大小姐，我就是宋大小姐。天哪，这是什么？这是世之千金啊，圣谷集团啊，太好了，真是金主母。没想到那个贱人竟然还留了一手。
创办了圣谷集团。苏律师，我就是宋家大小姐，圣谷集团继承人。宋小姐，能不和我上一线？你就是宋小姐，怎么跟我上次见你不太一样？啊，这毕竟女大十八变吧。您上次见我，我才多大呀？既然如此，那请宋小姐一个月之后来圣谷集团签约合同，交接继承权。一个月后，这继承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这继承权就是我。我为什么要等一个月后啊？圣谷集团，我要成为你首富，一刻都不能等。哎，我想的是一个月，就一个月。您先慢走，日后常来啊。李胜成，你为什么不让我跟他据理力争？一个月后，我才能拿到圣谷集团，凭什么嘛？唐二，他们现在答应的这么痛快，未必不是没有起疑心啊。一个月的时间，咱们也得做起手准备啊。现在，先找到宋清化的血液样本才是对我们最关键的。没错，可不能让他们先我们一步找到宋清化那个小贱人。宋清化呀，反正你都需要死的人，也不怕告诉你，那份合同啊，本来就是留给你的。但是呢，谁让你跟你那短命鬼的妈一样，却出来送个外卖也能出车祸当场呢？至于你那生下的四个小野种，我看啊，把他们折断了手脚送去祈祷，也是很合适的吗？你敢？你儿可是圣谷集团的继承人，一个臭送外卖的也敢这么跟他说话？要是敢动我孩子，就算你有十个圣谷集团，我也死。还给嘴硬！哎呀，别生气嘛。对，宋清华，你刚才说我动了你的孩子，就得什么？女儿，这个贱人，满嘴胡话，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今天就是欠打。哎呀，沈成哥，你想打他呢，就机会多的是。宋清华，你看到了吗？啊，强，就是我派去做你那些小野种。你说他来电话了，这小野种有没有抓到呀？是自己动我的吧？别在这瞎叫唤，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哎，阿强，那小野种抓到了吗？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已经在赶过来的路上。孩子们，阿强，这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会惹不起的人啊？您真是说笑，您可是即将上任的圣谷集团继承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你还惹不起呢？宋清华，你听到了吗？我宋妍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你呢，就跟你那些小野种一起下地。哈哈哈哈哈！你让我做什么偷心放狗的？哎呦，姐姐啊，妹妹我呢也没有那么铁石心肠，你想保住你的孩子也不是不可以嘛。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求求你不要折磨我的孩子。既然你都那么说了，那既然今天你在我和沈成哥的订婚宴上这么，你就跪在这儿舔一口我的鞋吧。跪呀跪！宋清华，你就像狗一样跪下来舔妍儿小姐的鞋吧。宋清华，你还不跪？是不想让那些小野种吗？跪！阿强，你怎么被人打成这样？怎么就你一个？那些小贱种！宋小姐，孩子我没接到。什么？你不是说那四个你都接到了？到底怎么回事？是有个男人逼我说的。宋小姐，我看咱还是把宋清华放了吧。我感觉，你感觉咋着？你和这个家伙合情我来骗我是不是？啊，哥，宋小姐，我真没有。咱还是快跑吧，迟了的话就……好，往哪儿跑？李廷轩，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谁他妈在说话？装神弄鬼！宋清华，你在得意什么？你该不会真的他吓到了？我早就调查了，你不过就是一个臭送外卖的而已，
身边啊都是一些可怜的臭老鼠，哪有这么大？我倒看看雷静雅到底是谁。你说你个外卖员，现在还穿着这美国外卖的衣服，来救你吧？还不是饿？那外卖员怎么还不来？该不会是下一个订单要超时，来不了了吧？老三，星辰湾酒店，过来看戏。啊！你还真敢找人来帮你！你太天真了！雨轩，孩子们呢？放心吧，还没放学，我已经派人去保护他们。谢谢。清华，你是一个好母亲，接下来就让我做一个好父亲该做的事。你要做什么？保护我该保护的。宋清华，这就是你找的野男人，这长得嘛倒是挺不错，只可惜啊是个臭打工。臭打工？清华，他这么说我，你想生气？宋莲儿，那就是个狗眼看人低。神不神奇？问你。生气？当然生气。他想怎么折腾我不行，竟然要伤害我们的孩子，让他们断手断脚去街边乞讨。那好，今天我就帮你出点气。他从哪儿冒？从哪儿冒？放心吧，我不打你。谁怕你？你个臭流氓吧！你知道我是谁？我可是圣谷集团的继承人，和首富厉家有深仇。怎么？你还敢得罪厉家？厉氏集团，我怎么没听说过？宋清华，这野男人戏还挺多，该不会是从横店厂的眼睛吧？把你他妈是怎么带来的？拿老子别想活着出去！你啊！快走，快走！老二，有什么好戏看的？老二，有什么好戏？顾少，您来。这个宋清华跟他的影在您的青海湾闹事，您快收拾他！哎，您这手里握的是，该不会是给我和沈腾哥的贺礼吧？顾少，来就来了，还是什么贺礼？你能来参加我和妍儿求婚宴，已经是不胜荣幸了。给你个送礼，你也真好。顾少，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开玩笑？快死去！不会，老二，是谁惹你了？二，顾少为什么怎么就你？这个男人到底是谁？知道，真没你事。我，这是我孩子的母亲。放心吧，孩子还真叫你，还晚上的野男人。不是，你说孙清华怀了野种，是在工地上的野男人吗？这个看起来像全武士，看似谁说他是你的孩子？你也听到了，他刚才也只是说他是孩子的母亲，你们说是在说你。这只要不平常动手，想来确实厉害。就算是不送情话，也让君少放心。这么多野人，恶心的东西都在。这就是当年玷污了你的。这位先生，既然你当年玷污了我的姐姐，你可得好好照顾她。当年被你玷污了以后，他可是破罐子破摔，跟许多野男人都拉扯不清。这次呢，还玩坏了自己的身体，可可怜了。是，你说他是你孩子的母亲，是证明了吗？哼，谁不知道那宋清华生了四个孩子，这要是一个爹生的，那也太惨淡了吧？像这样私事不公开的，他怎么配做你孩子的母亲吧？你少这么喷人，谁去？你生了四个孩子，可以保证通知同一个父亲。是。你不行，还不能让定轩知道有四个孩子。老二，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有孩子了？哦，对了，老大给了我一个 U 盘，里边东西好像跟你跟宋小姐有关。宋清华，你以为你能掩藏了你那肮脏的过去？你未免太天真。
你到底是谁？逃得我很近，竟然竟一个护手在这给你撑腰，你就可以揍鸡蛋了？你要去哪儿？如果没听错，刚才你也胡闹了。你不要后悔，你快告诉他，我只是为你开玩笑而已，你快说。 喜欢你这个贱人，你放开我！这都是你应得的。小花，你别太过分了。要不我上去帮帮你？不用，等他发酒。别动！别动！别动！ 秦皇，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你让我，以后我吧。这才没到哪里，我妈借你的那1000万，我要千百万，还不快滚！我滚！你。 你花，我不就是一个烂人吗？即将成为圣谷集团的继承人，我倒是敢。我妈不会放过。谎话说多了，你自己都分不清真假。这圣谷集团是我母亲一手创办的，继承人，颜佩。我为什么？在外人眼里，你已经是母亲，我妈也已经死了。难不成你指望把她自己挖出来？ 居然你才是亲生女儿！女子尸骨都烂透，都不会死。我不允许，你别误会。灭顶靴，这可是灭顶靴，你真的？ 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你想干什么？好运，年纪轻轻就被迫怀孕，身败名裂，还要带着孩子们东躲西藏，躲避你的追杀，你是不苦。 日复一日的工作，一刻都不肯停歇。你管这叫好运送眼儿？这样子的好运，你怎么样？你在录什么呢？老大有八大锁，你让我看录像，他要看。录什么录？他要是想看，让他来找我，看个够。是老大组织，你要是帮凤珍的结婚的话，他肯定会闹心。不会找他什么呀？人家照片都没有。二哥，这求求你，这立马。 你跟宋家的结拜，还有我是真想见你。他还不够格做我的妻子，跟老大认识快1年多了，从来没见他对赚钱外的其他事情生气。他怎么会对宋清花这么关注？宋清花，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是我们不知道的？别以为你傍上了厉天轩，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你要是敢碰我，我就报警，你就等着牢底坐穿吧。是吗？ 宋清华，你疯了吗？这里可是我楼，我要是掉下去了，你也别给我场面。放心吧，他自己心里有数。你看你眼神，心上会不会更严重？这要我说呀，可别到时候还替我担当。宋清华，你到底想干什么？宋清华，我也是你的妹妹，你难道只想杀了我不成吗？可是刚刚。 你是一箱活死的，姐姐，过去的事情你就让它过去好不好？我要是死了，爸也不会，所有人都会唾弃你的。爸，你不说，我倒不忘，那个负心汉，你是第一个，而他就是第二个。我数到三，你自己从后跳下去，不然我就用这鞭子一击你。你敢！
他还没死，需要斩草除根吗？你怎么突然过来了？吓我一跳。我一直在你身后，是你一直没发现。谢谢你的鞭子，时间不早了，我得赶快回去辅导孩子们作业。听说问题？叫我。是的，这边有通电话需要你解决一下。知道原因？这我也不知道呀。老大突然要到宋小姐那儿。老二，你这夫人到底何方神圣啊？我这看跟老大很熟练。喂，先生你好，我是宋清华。妈咪，是我，宋泽泽。宋泽泽，泽泽。妈咪，你声音小点，不要让别人听见了，那样我的马甲就要泄露了。宋泽泽，你在搞什么？丽婷轩的朋友说是他大哥要找我。我就他们的大哥呀，妈咪，你不用太惊讶。泽泽，你怎么会是丽婷轩大哥呢？他可是你。我知道丽婷轩是我爹爹，但是目前他的表现差强人意，我还要考验他一段时间才能让他当我爹爹。泽泽，你到底背着我搞了多长时间？是不是你从小都跑去考丽婷轩的？妈咪不要生气嘛，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我不想知道圣谷集团的事情吗？你不想继承千亿资产成为你首富吗？你不想带着我们吃香的喝辣的吗？你不想在爹地跟你抢人的时候拿钱砸他吗？用心砸丽婷轩的事儿。老大跟你说什么了？哦，他说他是我见头的，是我的贴心小人。他还说要替我好好的考察一下丽婷轩，到底会不会上？我？我配不上你？你在做梦吗？是不是做梦？我们滚一趟吧。你要去哪儿？辅导孩子们写作业啊。孩子？你知道他们在哪儿？丽婷轩，谢谢你啊，孩子们也很感谢你。以后你和何就没这个秘密。我家虽然小，但是也住得开，不必了。何清华，你现在还没有工作，难道你想剥夺他们的优质资源？他们必须在丽家。你少瞧不起人。想让我瞧得起你，就拿得出让我瞧得起的资本吧。那三个孩子必须留下。好，你给我等着。等一下。不是说四个孩子，怎么只拿了三个？剩下一个。四个孩子小时候出意外夭折。呸呸呸！四宝啊，别怪妈妈，大宝、二宝、三宝已经保不住了，不能再让丽婷轩知道你的存在了。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宋清华，你个贱卑野畜人，真是丽婷轩的孩子。活泼从人作祟，让我们继承不了圣火。那天趁乱，我早已经送宋清的血液证，能把继承合同一起，就算跟丽婷轩又结怨，谁也改变不了我是圣谷集团继承人的事实。我们要赶紧找到熊志刚，尽快清理嫌疑。进。李总，您找我？这是老大给我的资料。你去调查一下圣谷集团继承人的事。是。哦，对了，通知人事，不惜一切代价安排宋清华进入重新集团。是。可是李总，您明明可以直接找最好的律师，把孩子们的抚养权拿过来，为什么还要给宋清华接吻？因为你会把我拿你身边抢走。如果你要抢走，你就是坏人。我也不会。爹爹会跟你们的妈妈商量一个对你们最好的办法。因为我答应了。哇，我还以为您是想和宋清华小姐我相处的机会呢。怎么可能呢？赶紧去吧。是。这是什么？大坏蛋啊。对啊，大坏蛋，你看。喂。你好，恭喜您宋清华小姐。您通过了强兴集团的第一轮筛选，请您上午十点到强兴集团面试。好的好的，明天我一定准时到达。
妈咪，你收到面试邀请了。没错，等妈咪通过面试，就带你去吃大餐，好不好？好，妈咪真棒，妈咪真厉害。妈咪，我也萌也要去。好好好，带你们都去。我一定要抓住这个工作机会。格格，你怎么在这儿？夏令营结束了，就想在这里给妈咪惊喜呀。格格，今天的面试对妈咪特别重要，你可千万不要忘了。放心吧，妈咪，我乖乖待在你身边。宋格格，你在这里乖乖的，听到了吗？我知道了，妈咪。面试还带小孩来，当这里是托儿所？谁规定面试不能带孩子了？而且我家孩子这儿安安静静的，也没打扰到你。这里是历史集团旗下最大的分公司，全国排名仅次于历史集团。到底懂不懂规矩啊？死八婆！什么？是厉廷轩的分公司？万一厉廷轩过来看见四宝，不行不行！哥哥，我问你，为什么啊你？你真是个孩子，妈妈可是连你都保不住了，快走！厉总，厉总，宋清华小姐被人欺负了。啊？闹什么闹？知道这是哪儿吗？您就是项目部的张主管吧？就是你在外面大喊大叫的。张主管，不是我，不是我，这个女人，她刚刚带了个孩子。在这里吵吵闹闹的，我劝他还不听，这样的人还敢来面试，实在是有损调休的形象呀。张主任，我叫宋清华，我是来面试的，不是来闹事的。我家孩子都已经升职加了，应该对公司没什么影响。张主管，调休的规定我是知道的，面试者闹事有损企业形象，必须要妥善处理的，行不行？这样吧，你先去 HR 那儿报到，这里我会妥善处理的。好的，张主管。肉多，这小娘们长得还不错。宋佳杰，我知道你肯定有难言之隐。这样，咱们换个地方面试。这份工作难得可贵，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在公司里，这男的应该也不会做什么吧？好。宋小姐，是谁安排你来的？不是的，是我自己投的简历。原来如此，看来这个女人没什么背景。宋小姐，以我的经验来看，你通过面试不是什么问题，但是你得把握机会啊。张主管，我们就在这里面试吗？是啊，这就是我单独为你准备的面试机会啊。张主管。请你自重，我先走了。宋佳杰，我是替你的未来考虑的。像你这种没有背景，还带着孩子的，在这里留下去，难的。你乖乖听话，好好伺候我，我保准你在这公司里顺风顺水，不好吗？嗯、放开我！乖一点，在这公司我罩着你，好吗？滚啊！我就喜欢你对我粗暴一点。厉总，您来了，您快看，这个来面试的女人勾引我不成，还打我。厉总，这种人就该被全行业封杀。你是他勾引？是啊，据说他还带个孩子，真不知道像这种女人教出来的孩子有什么资格。是啊，李秘书，该说这个，要是业界有人敢问，就是跟你历史集团做的。真的？李总，不是他我这这。他们他们李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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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这个女人还有两下子。明天来公司报道吧。我可不要靠背景进来，
我可不是你能靠的东西。哎，你，你有这个实力，自信点。李总，这宋小姐确实有两把刷子。那可不是，她可是我，可是你什么呀？可是我孩子的妈妈。通知总经理那边，不要给他太重的活，只能轻松一点。放心吧，李总，早就安排好了。哦，对了，李总，夫人给您安排的相亲对象白家小姐白芷烟，明天也要入职咱们公司。招呼一下，应付差事就好了。是。差点没出来，我看到小店里。他是谁？哎，你们轻松了没？咱们设计部要来一位新人。这来个新人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这可是厉总亲自安排进来的，和厉总的关系非同一般呀。我们要照顾着点，可不能让人家累着了。厉总是谁啊？不管是谁，我们都要照顾好。那可是未来的厉总夫人。这两位哪个是啊？看样子，一看就知道是这一位呀、啊。欢迎欢迎，加入设计部。大家好，我叫白芷烟，和厉哥哥从小一起长大，刚刚留学回来，以后还希望各位多多关照。白小姐，您太客气了，应该是您照顾我们。您看您坐哪个位置上？要不您坐我的位置。大家好，我是宋清华，这是我给大家带的咖啡。新来的，你有没有眼力劲儿？赶快把白小姐的包放好。哎，你。我又不是他佣人，凭什么？你竟敢把白小姐的包扔到地上！没关系，我自己来就好。土包子，这么贵的包，用你那破衣服的袖子擦，擦坏了你赔得起吗？你这个新来的，你知道白小姐的身份多尊贵吗？你给白小姐提包，那是你的福气，是吗？那这福气给你。这位女士。你刚刚把我的包扔在地上，而且还对我出言不逊。要知道，厉哥哥的公司一向是以谦逊做人为标准，像你这样的人是走不进来。白小姐，别生气，我这就开除他，滚出去，滚出去！凭什么？我是凭自己本事去的强心，凭什么让我走？我是这儿的经理，想开除谁就开除谁，你赶紧滚！什么咖啡？我都没听说过，赶紧滚！大家都辛苦一天了。这是我刚刚给大家从国外带的蓝山咖啡，大家都尝一尝吧。你也尝尝吧。你居然想哄我，你信不信我让你滚出强行？不要把谁惹进强行。别上班。白设计师，好大的威风！强兴集团什么时候是你们白家的？哥哥，你误会我了。刚才是这个实习生不明分说的朝我泼咖啡。厉夫人总是告诉我，咱们强兴集团不招这种目中无人、不明是非的人，所以我才要替您教训一下他。你在教我做什么？没有。谢谢。强兴集团是厉氏集团旗下最大的分公司。一向公私分明，把大家招进来也是为了公司更好的发展，创作出更好的作品，而不是在底下搞这些小把戏。厉哥哥说的没错，像他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待在强兴，就应该滚出去。我看该被开除的人是厉哥哥，我可是厉夫人亲自举荐进来的，而且我有国外留学的经历，我获得的设计大奖不在其数，为什么要开除我？对呀、啊，白小姐这么优秀的，我是没辜负新来的。那好，下个月正好有个项目竞标，谁设计出更好的作品，谁就留下。要是设计不出，有意见吗？当然没意见了，就怕宋小姐不敢。白小姐说笑，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宋清化，你死定了。喂，妈咪，你怎么还不回来呀？妈咪，我好想你，我也好想你，妈咪。宝贝们，妈妈还要加会儿班呢，妈妈在做很重要的事情，你们先睡好不好？啊，不要。宝贝乖，妈妈在忙，等后天，后天我带你们带你去上个雪冰，好不好？好耶，妈咪。真乖，赶紧睡觉吧。他怎么还没醒？李总。听说宋小姐为了设计稿子，这几天只能睡在公司。这么大的人都不知道心疼自己。不愧是我的女人，果然有天赋。你怎么在这儿？这是我的公司，我在这很奇怪。我的意思是，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回去？你这样算一个称职的妈妈？我还不是为了保住公司，保住孩子，然后……没什么。至于休息，我先走。对了，这几稿很不错，我相信。让你能进步一场，明天的竞标，加油！看来这几天睡在公司还是值得的。嗯。白小姐，你就放心吧，这次比赛你赢定了。宋清华，你就等着出丑吧。这是谁干的？哦，这原来是你的样衣啊！还以为是穿废料呢。今天早上保洁阿姨说她去换抽屉的飞马裤，所以我就把它还给保洁阿姨了。你疯了吧？不好意思，没忍住。我看你这心这么大，也应该被好好清理一下。你，我看你是真疯了。我怎么了？我，清华，你给我等着！剩最后一个小时，我得赶紧想个办法。哼，宋清华，跟我比，你还差得远。竞标项目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李总。就是听说宋小姐参与竞标的要你表演奖，李总，需不需要我们？不用，我相信他有这个实力。是，宋清华，你一定要。没想到这一版比之前那版还要好看，时间还很充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宋清华竟然又做出了一件案。不行，这样下去我一定会输的。反正你也看完了，你的样衣就拿来给我用了。听说今天的竞标，菲尔先生也会来。菲尔先生是那个国际上的神秘男神。对了，谁都没有见过他，今天终于可以一睹他的真容了。各位，这是我本次竞标带来的作品，主打简约主义，将色彩和造型减到最弱，以少胜多，以简胜繁，主打简约，符合当下的审美状态和生活状态，
简单而不简约。白时烟小姐不愧是国际上小有名气的设计师，作品理念果然是非同一般。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宋清华小姐带来下一件静态作品。宋清华小姐，宋清华小姐在吗？她一个无名小卒，不敢来也正常。没错，白子妍小姐的作品已经是天花板级别的了，肯定能拿下竞标。既然如此，那么以上便是今天竞拍的全部作品。等一下，等一下。既然宋清华小姐已经赶到，那请宋小姐展示一下作品。这就是我的作品。剽窃在少奇剑谱和霸气，仗着宋清华胆子也太大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敢抢别人的作品。就是白芷烟小姐的作品太烂，日子自不量力，这样的人就该滚出少奇剑。你说这是你的作品，那证据我。各位，我白芷烟一向最反对抄袭，但如今被这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女人指认抄袭，像她这样不尊重作品不尊重艺术的人就应该取消竞赛资格，从此踢出设计界。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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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这原来是这样的人。他之前获奖作品偷来了吗？肯定是，就这他还有脸说别人。怎么回事？是谁在当陷害我？快关了。是不是你？肯定是你这个贱女人故意栽赃陷害我。还真不是。白小姐，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是拿了宋清华的样衣又怎样，她的作品也是抄袭的，和沙发03年的春夏款如出一辙。我没有。别再狡辩，谁能证明你没有？我能证明，我能证明。李秘书，这是宋清华昨天晚上连夜赶来说的事，全部都是原创。至于你说的沙巴零三春夏，跟这个走线款式完全就是天壤之别。李哥哥，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怎么如此偏袒这个女人？我知道了，一定是你勾引李哥哥。你还不知道这是哪里？不管是在强清还是在整个设计组，没有偏袒，全都是靠自己本事取胜。即便这个设计是宋清华的原创，他也得被清除设计界了。是啊，如此有争议的作品又有谁会买来？这个设计我喜欢，我买下来了。这个设计我喜欢，我买下来了。你认识他？我不认识，我怎么会认识他呢？你怎么在这儿？我帮妈咪啊。那这刚刚的监控我也是。你是哪来的臭小孩？赶紧给我滚出去！啊、你竟然敢打我！保安，给我把这个小孩拉出去！哎呀，谢先生，这个女人怎么回事？什么？你是菲尔先生？怎么可能？菲尔先生怎么可能是一个小孩？取消他的设计师资格，任何法呀都不能再录用他。哎、放开我！他就是那个神秘买手菲尔先生。这个小毒性，小朋友。你就是菲尔先生？小朋友，放尊重点呗，老二。你叫我什么？老二？你是老大？你怎么会是老大？你假装换。可是老大，怎么是个小朋友啊？你叫我小朋友。你刚叫他什么？老大，你们认识？我们怎么可能认识？我从小都在国外长大的。不过这位女士的作品我确实很满意。老二，她是你的员工吗？哦，她是我们强行集团的首席设计师。首席设计师？这是聘请书？对，现在就正式聘请你为强行集团的首席设计师，你愿意接受吗？合作愉快。还有一份文件你怎么不看？这是圣谷的继承合同，这是给我的。这是你怎么做到的？这圣谷不是被素年儿继承？这整个江城还有我厉庭轩干不到的事儿。宋小姐，
等你小儿子圣女集团正式在你的名下。圣女，我告诉你了。陈律师，你确定你眼前的这个女人就是宋夫人的亲生女儿宋小姐？你不是真正的宋小姐？宋女儿，我已经请好了律师团队，你和你的家人最好去接受法律的制裁。毕总，你知道真正的宋小姐？这个你就不用管了，这份文件我会签。谢谢你，李平轩。喂，妈咪，你不是答应了我们今天要去商场的吗？哎呀，都怪妈咪不好，妈咪对待你去好不好？哎，你要去哪？带孩子们去商场啊。一起去吧。啊？妈，这个 daddy 对妈咪还是不错的。这商场不是我们律师集团，你想要什么，到时候直接打包给你送到家了。你懂什么？这袋子够装啊，用来买孩子衣服最合适不过了。而且我先赚钱了，孩子衣服的钱你不用怕。行。等等，这位先生可以进来，这位女士的穿着不符合本店的规定，所以不能进来。这就是你们律师的作风。看碟下菜是吗？我怎么不知道这家店有这种规则？我们店都是高档奢侈品。是给上流人士的精英孩子准备的，从清洁到保养都是用心殷切的。况且像你这样的，要是有什么污染环境可怎么好啊？还拿个破蛇皮袋，你当你进了批发市场啊？当这里是什么阿猫阿狗什么进来的吗？你们店是什么素质？给人分三六九等，对顾客大呼小叫。历史集团一直以人为本，对顾客就是上帝的创业理念被你们丢到哪儿去了？你是谁东西？把你们店长给我叫过来。你算什么东西啊？凭什么对我大呼小叫？你看看你的孩子衣服都洗得发白了，我以为你是什么有钱人，结果你就带着个乡下来的土妞，那你也不是什么有钱人。算了算了，算什么算，欺负你就是打我的脸，这个事儿可不能就这么算了。老早去把这儿喜欢的衣服全都给我摸一个遍。别拿你的脏手摸，你赔得起吗？儿子，刚才我女儿摸过的衣服，全都给我打包起来。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我们这里的衣服随便一件都上万块钱，你有钱吗？你信不信我报警把你这群穷鬼子抓起来啊？这个够了吗？这难道是店长提过的 VIP 金卡？难道他们真的这么有钱？谁知道你是不是骗我的？我先要去查一下这个卡的权限。厉害，厉总好威风啊！这花钱大手大脚的，还全部都买了，真厉害。我们厉家的孩子生来就应该用最好的。之前我亏欠他们太多，现在我弥补。当初我还在宋家做千金呢，他就跟我斗了。但后来婶婶和宋妍儿害了我的母亲出去，我的生活一落前程，我看惯了白眼和区别对待，所以李平轩，我不希望孩子们有情之后也成为他人。放心吧，我会护着你的小孩。厉家家大业大，哪怕我有了圣谷集团也难以抗衡，厉夫人根本不会让我踏入厉家的大门。万一有一天他们去你留子，你必须把四宝的存在好好瞒着，这是我最后的孩子。你这群穷鬼居然敢骗我，这张 VIP 卡根本就不能用。就你们这副德行还装至尊会员。还有啊，这些衣服啊都被你们穷人的臭鞋军穿满了，不管你们是卖房还是贷款，就算是杂货卖点，也必须把这衣服的钱给我付了。我爸爸是总裁，他买得起。总裁就他小小年纪都学会撒谎了，真不愧是有什么样的爹妈就有什么样的孩子啊。你发现你妈和老师在学校里没有教过你不要诚实。你干什么呢？碰我孩子。这张卡是全球通用的银行卡，买下你们这个店的轻而易举。
你要是不认识，就把你们的剑圣给我叫过来。阿姨，你救命啊！我就是剑圣，你们家孩子偷我店的衣服，现在就要叫绑匪抓起来。就你们这个小店，还人口无凭的污蔑我们客户？客户？你算什么客户？我们童装店来的都是江城上流社会的人，除了我们历史集团厉总，至今为止所有江城的已婚人士都见过。我爸爸就是厉总。小朋友，看来你不仅爱偷东西，还喜欢撒谎了，是不是？我们没有撒谎，我担心就是厉庭轩。你爸爸是厉庭轩，那我就是厉庭轩夫人。少废话，把这野孩子身上的衣服都给我脱下来，还有几张画碰过去。全部给我按原价。这次我在底给我买的衣服不是偷的。我夫人也是你们敢进去，敢欺负我的人。把这个商场的经理王浩天给我叫过来。就现在。王浩天，王浩天，王总，也是你叫的。我看啊，你们一家人都是骗子。保安，立刻派人上来，有人闹事。今天我就好好修修你们这个小镇的东西。好啊，那你来收拾吧。我要看看你们这一家穷鬼能干出什么浪花。是谁啊？敢在我的地盘上惹事啊？保安也太狠了，连王总都惹。这下我看。王总，就是这群穷鬼来我们店里，没钱还乱摸店里东西。我们店里的衣服可都是给小千精心挑的，要是染上脏病了怎么办？还有啊，这几个小孩偷穿店的衣服，别以为穿到里面我就发现不了。一件30万的衬衫，你们怎么能买得起？来人，我拿下。王总，这怎么回事？抓错人了呀！我抓的就是你们两个目中无人、不懂规矩的废物。这可是厉总秘书安排的，一定是个大人。我可不。这是干什么？二位大哥。实在是不好意思，底下人不懂规矩，惊扰了。如果需要什么赔什么的话，那就进。王总，我之前还以为您能爬到如此高位，是根据你自己的能力，没想到竟然是个榆木脑袋。滚开！我你们也敢忍？你们知道我表姐是谁？我表姐是我的亲戚，跟历史集团关系密切。你们算什么东西敢惹我？圣谷集团总裁？不错。圣谷集团的总裁我认识，我怎么不知道他有你这么个表？你什么档次？我表姐什么档次？我表姐不但是圣谷集团的女总裁，还是宋家千金宋妍儿。宋妍儿，她算哪个？她也配做圣谷？你敢骂我表姐，你死定了！我们宋家都被关起，我不能。你必须保密。你的案子涉嫌谋杀，如果被对方找到，确定是谋杀案，先根本就不能做。那抓小陈去做，都是他干，跟我没有关系。你必须把我保住，你听到没有？表姐，我店里来了一群穷鬼，他们不但说你不配做总裁，还欺负我，你快来呀、啊！什么货色，你敢让我帮忙？不过这个人好像有点人，也许之后能帮点。我带着过去。我表姐说了，他们马上就过来收拾你。我表姐会让你在江城混不下去。二位，要不你们先走，这里有我。王浩天，我叫你一声王总是给你面子，不然一些伙计费解，我怎么可能屈居于你之下？别嘴脸不要了。王浩，你别担心，这宋妍儿打着圣谷集团的幌子招摇撞骗，我看他十分高明。爸爸，我和弟弟想去西屋。前面他们去吧，这有我，放心。好，走吧，我带你们去。走吧。站住！我让你走了吗？你们该不会是害怕了，想逃跑吧？我人还在这儿呢，还怕我们跑了不成？我倒要看看你说的这个宋妍儿能翻出什么。是谁口气这么猖狂啊？表姐，你终于来了，快快教训教训他们！
贱人，原来是你啊！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也是你和你的小贱主能消费得起的。宋言儿，看来你上次吃的教训还不够多。你以为厉庭轩帮了你第一次，他会帮你第二次？实话告诉你，他不过啊，就是惦记上言儿没算了。不然你以为像你这种货色，他能看得上你吗？表姐，真的认识厉庭轩？像他这种到处勾搭野男人的贱男，是进不了厉家的门。宋言儿，你是不是以为我没有你杀人的证据？我告诉你，你杀五花的事，你是证据。你敢打我？你现在一群乱你拿什么跟我斗？就是我表姐的圣谷集团暗死你，就跟暗死他一批。圣谷集团？嗯，圣谷集团是我妈留给我的公司，和你宋阳啊有什么？你不会真以为你攀上高枝了吧？厉庭轩呢，现在已经是圣谷集团的继承人。我得到东西，他当然可以得到，因为圣谷集团就是我。他当然可以得到，因为圣谷集团就是我送给他的。厉总，您怎么在这儿呢？表姐，你刚喊了什么？厉总，厉庭轩，他真的就是厉庭轩，他就是厉氏集团的厉总，厉庭轩。厉总，对不起，我错了，我不知道是你，厉总。对不起，对不起，厉总，是我有眼无珠，是我不好，你带上自己小人过，你原谅我吧，就算我们第一次。这种品行不端的员工，真的会怎么样？抱歉，厉总。我马上把他们开除，以后绝对不会犯这种错误。厉总，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宋言儿，看来我的律师团队还不够努力，让你现在还在外边扯。你以为花点钱就能逃脱法律制裁？厉总，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不知道你跟姐姐是那种关系。我再也不敢了。现在我才是圣谷集团总裁，而你只不过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杀人犯。你和你家人做的那些恶事，就等着法律来制裁。什么？姐，姐，我不对，我错了，姐，我错了，姐。真是，你把我逼上去，我也不会认你。明天是我妈的生日，你陪我去。我去什么？你带孩子们去那边。你是他们的妈妈，你不去学习，这事可没得少。不会，厉庭轩，你太霸道了。奶奶的生日必须跟叔叔比，还要给奶奶一个惊喜。我吻惊喜我哥。伯母，好久不见，生日快乐，伯母。燕儿，今天咱公司怎么样？顺利吗？还可以。伯母，厉哥哥呢？他呀，是要给我个惊喜，说我当你女伴过来。女伴？厉哥哥不是向来在这种家宴上不喜欢带陌生女人吗？对呀，所以呀。带的这个人，就是特别喜欢的人，说不定是我未来儿媳妇儿呢。怎么可能？厉哥哥除了跟那个贱女人，没有跟谁走得很近。厉总，你做谁的？妈。伯母好，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笑口常开，万事如意。谢谢。妈，这位就是宋清华。这不是宋轩轩的母亲吗？难道我儿子看上她了？但她不是有丈夫吗？厉哥哥，今天可是伯母的寿宴，你带一个外人来不合适吧？而且我听说她还是一个和别人在外边乱搞，生下过一堆野孩子的脏女人。厉总怎么会看上这样的女人？这也太脏了。
难道这生过孩子的女人更有韵味？宋清华，就算我的事业没了又如何？我还是白家的大小姐，而你不过是一个又臭又脏的贱女人罢了。我也要让你尝尝被众人指责的滋味。白芷莹，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快给宋小姐道歉。我没有胡说，厉家可是江城第一世家，不是什么样的女人都能进来的。厉哥哥，你平时在外边玩玩就算了，今天可是伯母的生日宴，可别脏了伯母的眼睛。伯母，你说我说的对吗？燕儿，你们白家的教养就是教你满嘴谎话，随便诋毁别人的。伯母，我说的可都是真的。我亲眼见过她的老公，并且生的孩子聪明伶俐，根本不像你所说的那样。厉夫人竟然没把我赶出去，还帮我说话。伯母，行了，别说了，你坐吧。好。厉夫人，孩子呢？还没跟伯母说。他们去收拾一下。对了，伯母，您这次生日，我专门从国外给您带来了您最喜欢的海蓝之星。这个呢，是我专门从国外的古董商那儿给您收来的。竟然是海洋之星，记得在拍卖会上被拍出了1亿的高价。谢谢燕儿，我很喜欢。就算伯母不介意你的出身，你也拿不出这么多的寿礼。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下台。宋小姐，那您给伯母准备？青花是我带来的，自然我送什么就是。李庭轩，我准备。你是你，他是他，哪有两个人来送一份礼物的道理？该不会穷得连个礼物都买不起了吧？这小文小贵的就是那么规矩，这不是来买吃买喝吗？我看他也拿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要知道，这可是圣谷集团旗下的酒店，光是这一桌就得花费1000万。我在自己的酒店，我还需要白吃白喝吗？伯母生日宴，我自然准备了礼物。这是什么东西？该不会从地摊上买来糊弄我们吧？听闻伯母喜欢你，我特命人用玉中之皇的和田皇玉打造了一尊古像，还请人开过光，渴望你服侍温哥。和田玉，这可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啊！这宋小姐看着平平无奇，想不到家底竟然如此深厚。好好好，孩子有心了，这个礼物我真的太喜欢了。怎么可能？你个下等人怎么买得起这么贵的礼物？该不会是以次充好吧？我就猜到有人会怀疑这个礼物的真假。这是江城鉴宝阁开具的证明，有了这个，你还有什么差别？我看你就是偷偷用厉哥哥的钱买礼物，真不要脸。白芷莹，你要是再胡闹就给我滚出去。好啊，不就是礼物吗？我忘了说了，我不仅带了我的礼物，还带了我们白家送给伯母的礼物。江城白家送厉夫人玉麒麟一对，夜明珠一壶，汤臣一品，豪宅一套，李白石名画一幅，金条50根，礼金1000万。我整个白家做后盾，一个无名小卒拿什么跟我斗？顺便问问宋小姐，你的宋字是什么宋啊？在江城一带有立足之位吗？顺便问问你们宋家给伯母送的什么礼物？白芷莹，你有完没完？厉哥哥，我就是帮你验验女伴嘛，免得被旁人听见了，还以为你们厉家有多不入流呢。这么一个不入流的女人，都能进你们厉家？我就是喜欢她，我不光要让她当我的女伴，我还要娶她为妻。厉庭轩，我们可是青梅竹马，我喜欢你这么久，为什么一个不知名的女人都能当你的夫人？不知名？整个圣谷集团都是他宋清化的。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是圣谷集团的继承人？不是，整个集团岂不都是他的？但是他都已经结婚了，而且还生了一堆小孩。厉哥哥，你真的不介意一个结过婚的女人吗？伯母，你们厉家难道真的要为别人养孩子吗？谁说他结婚？伯母，那他就是一个未婚先孕的贱女人，你们不要被他给骗了。庭轩，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天在医院碰见的不是她的丈夫吗？不是，青花不但没有结婚，她还要给我。好，宋小姐，您的贺礼到了。贺礼？我的贺礼已经给过了。宋小姐，这是泽先生安排的礼物，
为您额外准备送给李夫人。泽先生，泽子是四宝，他要干什么？宋小姐，泽先生嘱咐了，让李夫人亲自打开。哎呦，清华，你这是准备了什么惊喜给我？宋晨晨、宋萱萱，你们两个是跟着妈妈来的吗？这二位是？不是让奶奶，我们就是你的亲孙子，是丹顶和妈咪生出来的。这是姐姐凤宝宝，这是弟弟凤宝宝。哎呦，我的亲孙子！你的意思说是你们都是厉庭轩的孩子？对，妈，我正想告诉你这件事。这些孩子都是我在六年前和宋清华一次意外生下的。啊，你怎么在这儿？爹爹不瞒你了，其实我也是妈咪的孩子，妈咪一共生了我四个宝贝。林婷儿，你不是告诉我是三个孩子吗？说的对了。李庭轩，这件事我不能跟你讲。哎呀，这些都是我的孙子呀！可是大喜呀、啊，清华，这可是我收到最好的礼物了。庭轩，你瞒了我这么久，既然你们现在已经有孩子了，什么时候跟清华结婚呀？你可不要做那个不负责任的渣男。伯母，你不介意我的身份吗？我们厉家在云城可是一手遮天，不需要靠颜一来点缀门面。何况你已经有了圣谷集团，你们两个啊，真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啊！妈咪，对不起，我已经考察过了，爹地不会辜负你的。我们都希望你和爹地在一起。怎么可能？这些野种怎么可能是厉庭轩的孩子？宋清华，我不会让你成功嫁入厉家。庭轩，我已经查过了，三个月之后正好是吉日，到时候我要看到这些孩子们和清华的名字出现在我们厉家的户口本上。你先看着这些孩子，我有来吧。哎，你们去玩好不好？宋清华，你是不是该给我好好解释一下，那天晚上你到底偷了我几个孩子？没有啊，就四个。你上次也是这么说。那我们不是怕你把孩子们抢走吗？而且也怕你母亲不同意我的存在。我们厉家只手遮天，我哪敢放心告诉你们孩子的存在？我们厉家确实一手遮天，我要是想抢孩子，你连机会都没有。宋清华，你难道还不懂我的意思吗？李轩，我。宋清华，相信我。只有你才能做孩子母亲。宋清华，既然你想利用孩子上位，那我就让你彻底失去他。宋阳，上次的提议我答应。白小姐，几个孩子都找到了。我们不是在奶奶家睡觉吗？怎么到这里来了？有人偷偷把我把我们偷偷绑架了。天哪，我们不会被杀掉吧？好不容易爹地和妈咪在一起的，爹地和妈咪一定会找到我们的。别担心，我会带你们出去的。喂，不要，不要伤害我的孩子们！发生什么事儿？厉庭轩他们绑架了孩子们，说不给赎金的话就要他们的命。那我厉庭轩的孩子，找死！给我通知所有人，把江城翻个底朝天，也要把四个孩子找到。哇，姐姐，你可是大秘女呀！
不是啦，我只是进了一点拳击。姐姐太厉害了，告诉我们怎么出去啊？她弟最聪明了，弟一定会带我们出去的。可是我们的电话手表被收走了，四弟也逃不出去呀、啊。你怎么绑的绳子？这四个小爷子为什么自己能解开？不可能，我绑得很结实。少废话，给我把他们绑好，等捞到钱以后，给我把这几个贱人给杀了。不许欺负我的弟弟妹妹！什么话？这孩子有超能力？我居然那么厉害，看招！姐姐真厉害！哇，姐姐是大英雄。幸好我找好装备，带了电击戒指。不过看姐姐这么高兴，就悄悄瞒着她吧。这几个废物，连个孩子都搞不定。今天我一定要把你这几个小贱人杀了！我们要把这个坏人交给警察叔叔。没错，可是我们怎么出去？这里到底是哪里啊？还好我找好准备，没有我，你们可怎么办呀？四弟，Daddy， 距离我们被绑架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你怎么还没找到我们？看来这是手下不足呀。所以我是老大，你才是老二。您没事吧？快把地址发给我。放心，在绝对之力下，没有人可以绑架我宋泽泽。地址已经发过去了，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而且我已经找到了幕后真凶，就是白家千金白芷烟。我已经发出了白家所有的腐败和偷税漏税，明天白家就会在江城不再存在。你太厉害了！你也逃不过，我已经找出了一张海外活的证据，很快警察就会把你抓走。大宝、二宝、三宝、四宝，吓死我了！来，我妈你以后就要靠你保护了。我保护你。大宝。这几个孩子怎么没一个接电话？这是哪儿啊？泽泽，你怎么在这儿啊？妈咪，为了惊喜，我只能让我的手下把你带过来了。你呀、啊，清华，愿意嫁给我？妈咪，爸爸，你咋地呀？快呀，快呀！我愿意。谢谢。